不是哪个管理手这么欠，哭哭往上抬人，我们说完话了吗？你就怎么又要吓你们管理啊？啊，感谢紫爱八的跑车，来，那个对用户大耳怪说话来。没说带你这事儿。说话，用户大耳怪。因为啥？他也没有师傅带，他估计情况下走关的时候，他也就是在炕上一坐，然后。这是唠啥呢？这是一唠，这一听就唠黑话呢。眼看是从南边往北边走的。咱也不能问，就说高飞这事儿，我觉得他不能站着跟着一起走，他也就是坐。不是，那用户酸耳怪搁那说啥呢？这意思啊，我感觉是啊。搁那说啥呢？高飞也是交不下的人。咱也没打算交。你让你先给旁边的女的让她坐起来说，往那一躺懒了，一躺那个懒薅的搁那块儿，那边还一教，谁道你大哥，你大哥好，现在是给买大戒指，你跟人走了，说话。老公，老公安置到那块儿。搁哪儿？老公，你老公搁哪儿呢？这么明白，那谁也不是傻。那这是跟咱没关系了，反正我的想法。听他说啥？裴可兄弟，听他说啥呢？谁呀、啊？对不对？万一有活呢，何苦这么闹腾啊？但是说句心里话，我讲完了，这个事情在我身上能实施，能不能在你身上实施又一个事儿？你说你怎么办？他们唠的是什么话题、啊？那就是四，就六眼对一起。不对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声音。这里面除了旁边说话的女的，还有个男的呼呼喘气儿的声。这男的现实鼻子不通气儿，一喘气儿哈哧哈哧。你们仔细听。黄龙江一派带蓝牙，是他俩吗？感谢桑 Jerry 的那个啥跑车。这个事是超级绝了。我那意思说，你再有活，这话你容易叫不上。那不是说叫不上这事，就是说这个活这个关口，我是经常这样问。因为啥？就是说如果成，现实他家大哥搁这拍卖睡着了。低楼上的女的搁旁边咣咣打电话。那我得说，得出钱出在哪儿？你要七千，你得看这七千给没给我留口，给我留口了，有可能说我就留口了，别加了，因为这个钱不是小数目，咱也不求为了给那香主怎么样了。他俩还坐上局儿了。提前量，说一千到一万的话，这种提前量二不还是咱心里没有。感谢镜头跑车，感谢杰瑞的跑车。咱就没有说话，不就不用是说是跟寻思加，就说白了。这个事情，你六千块钱就敢接，师傅就能给你刀了。咱还有师傅，好重点，把这元宝都抠出来，咱也能。好像是给人看事儿的，这是外面看事儿的线下经纪人，这是属于销售，先看事儿线下销售嘛，这不是。一千一不是给你带个阴债吗？两千块钱算阴债吗？啊，这整成阴债了，越唠越他妈玄乎了。这不能听了，越唠越玄乎了。搁唠什么玩意儿呢？搁这整个产业链了，听着没有？平时你们花三千五千的，看看都怎么没的，现场实际给你们演示了啊！我哪有几个正经不少呢？你三万多，你再加上一共要三万多，整了六千多的口。对，你再加上三万，这八万加三万，这就是研究爆人元宝了。再加上乱七糟的，就得一千三左右。要两千块钱，这不还剩七百块钱吗？这个意思。哈哈，一个活三四万，就剩七百块钱提成。感谢杰瑞的阅读会员。大哥，你这咋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呢？啊？我搁这听你打电话呢。你打你老公干啥的？你打脸的麦。行行，大哥，你上麦了，你媳妇出马的事儿都，他挣六千块钱口都让我们听着了，他最后剩七百，他匀个七百的口给他姐们儿，他现实挣三四万，他三四万的活他挣七百块钱口，他给他姐们儿了，他自己合计剩一千一，哎，人呢？下麦干啥？用户大耳怪，搁这听半天呢，我们全听见了。
说给三姑，给三姑给他看事儿，三姑看事儿完整三四万，他俩一共有七千块钱口子，完了7000块钱口子，你媳妇直接给人提700，人家要1100不乐意了。大哥搁睡梦当中直接来一下，笑死了。还得是你呀、啊、大哥呀、啊、还得是你、啊、让我想起了上次还在配翻译那两口子，你们记得吗？糟了糟了，被人听着了，这要挨揍了。你没正事玩，天天听他直播干啥？你还见人连麦了啊？你跟正事不是白水有鱼的，眼瞅挣700块钱，让他到手压压飞了。太欢乐了，感谢这位跑车。现场拼缝直接被抓住了。上回也有两口子，兄弟们，上回两口子搁唠啥我忘了，女的说他说你上出去跳广场舞你一点不老实，你老实我看你跟一个摸摸搜搜的，他两口子出去跟人跳广场舞搁被窝唠半小时，当时他俩唠的方言我们一句听不懂，现场找个本地翻译上来给我们翻译的。哎呦，笑毁了，笑毁了！好好好好，刚才这些谁抬上来的？这是好活，这是好活，真会挑人啊，真会挑人。这个事儿充分的告诉你们一件事：连麦需谨慎，没事儿别点连麦那口。我这屋逮谁往谁往上提了谁，不一定谁提了那就听你们说啥呢啊！来吧，下一位。哎呦，真行啊！大哥现实跟他媳妇现在搁外屋地搁炕底下站着，咣咣干啥？那我咋知道点着了？你点一下些啥了？我700块钱没挣着，700块钱买多少衣服啊？我咋知道点着了？你说那有啥用？那我不睡着了吗？我不累吗？我不干外屋地，我不干活吗？